真激烈呀。看来我们在公藏司耽搁时，太卜大人已先行开拔出针了。是啊，景元将军把指挥云奇的重任交给他，必然知道他会按卜三的结果行动。幸好将军没让咱们跟着云奇，打仗和冒险真的不一样啊。这满地的人，我见不得这种大场面。恩公说哪里话，这也算不得什么场面。数百年前，某丰饶的令史为了劫夺剑墓，率军压境罗浮，几乎摧毁半数洞天，杀得云奇军十不存一。这样的过去对长生种来说甚至不算历史，称昨天也不为过。与之相比，眼前这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。哇，哪有你这么安慰人的。也不知道太卜这一仗是输是赢。你以为是打比赛啊？还有平局，我看倒下的都没几个云奇军，这一仗贤州应该打得很漂亮。未必，如果行军大捷，通常会留下据点和部队滞后策应，但这里却没有。私下找找，或许还有线索。你当心哦，那些怪物的生命力可顽强了。不是云奇啊，来这里做什么？很危险的。我们是将军请来的援助，请问其他人都到哪儿去了？哼，竟把短生种搬来当救兵。景元真是无人可用了。啊，快逃，这家伙是妖王米川。多嘴多舌，我说把你医好，你也会是我们中的一员呢。所以你不会让他们逃走的，对不对？快离开这儿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了。一举拿下，准备打针了。吃药了，敢挡不如敢挡。别拦着我。机枪备战，纠缠不清。一举拿下。短生种的寿命转眼即逝，何必自导死路？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救世的幻影，早点给你个痛快。客人岂能不招待。快来，就以奇珍万千，一心同归。睡吧，我来守护。早点给你个痛快，这就让你解脱，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救世的幻影。咱们还是以后
纠缠不清。机枪备战，客人岂能不招待？别拦着我，准备打针了。赶早不如赶巧，下一个我来守护。你们来仙州是为什么？想求得长生吗？用不着看景元的脸色，药王秘传可以给你们想要的。枪尖已经点燃，连枪冲锋。这就让你解脱，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救治的幻影。是吧，机枪备战。咱们还是以和为贵，就以奇珍万千，一心同归。别拦着我，早点给你痛快。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们找人来救你。别浪费时间了，我已被那家伙转变，要不了多久，你们快走吧，逮捕的人就在前面。走吧。潜伏已久的药王秘传竟在这个节骨眼现身了，不知那位太卜有没有算到这一劫。恩公，你们要小心了，药王秘传信奉寿温霍祖药师，是仙州的心腹大敌。数千年来联盟一直想扶除这隐秘组织，始终未能如愿，选在这个时刻出事一定不是偶然。地宫庇佑，你们不是药王秘传的人？你可别再乱动了，让咱看看有什么办法能让你快点好起来。来吧，服下这个，对快速恢复有帮助的。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我感觉自己好多了，幸亏遇见了你们。
咱们的驻军就在前面，如果你们想找个地方暂时休整一下，我就在前面等你们。看起来不错。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以自己的意志抵达结局吧。看起来不错。目标，镰刀才够快。连枪冲锋。
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是谁？报上来意。等等，是你们啊！几位快些进来，外边危险。嗯，你认得咱们？你们不是将军请来的客人吗？太卜算到了各位，他吩咐过，一定要等候几位到来。是，太卜命队伍驻扎此处后，便率斥候去前方探查了。据说隐藏多年的药王秘传出现在附近，队伍里人心惶惶。好在各位来了，太卜说了，几位不到，云旗便不得进发。哦，各位还请到阵中稍候，一切等太卜大人返回后再做主张。云旗军驻守在此，裹足不前，看来形势并不乐观。药王秘传，我在哪里听过这名字？记得是潜伏在仙州内部，阴谋颠覆联盟的丰饶密信。星河的确引起了与丰饶有关的异象，难道药王秘传因此放弃了伪装？不应该啊，云旗的主力丝毫未损。一定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了。太卜不在，向营地里的云旗打听打听吧。那恩公们不妨先到处看看，小女子找个地方歇歇脚。恩公有没有同这些药王秘传的人说过话了？你觉得他们如何？哎，这些家伙到底为何要背叛罗浮呢？想不明白啊。你的老人都变成了那种不人不鬼的模样，只差一点，只差一点，我就……云旗军的训练那么严格，怎会失控成这样？人兽魔应身的困扰也就罢了，怎么连胡人与驰名也？这和以前打的仗不一样，队长，这会连自己的战友都可能是敌人。战友堕入魔阴身应该怎么做，当云旗的心里都有数。不要忘记你受过的训练。可是
这不应该啊，我们还没有到岁数，还没到魔音身的岁数。我在云起五经中看过相关的记载，接触受瘟祸祖之人瞬间堕入魔音，但没想到药王秘传竟然真的存在，真的就在我们身边。我不知道接下来咱们队伍中还会有多少人。我当时只觉身边都是敌人，脑袋里只有恨意，想一人杀出去。长话短说吧，请见谅，兵熊战危，现下不是分神协聊之时。我们按照太卜的军令，几个时辰前攻陷此处，之后我们才知道，原来此行的对手是信奉受瘟祸祖的药王秘传。原本一切顺利，无论是药王秘传的妖人，还是受他们驱使的异兽，都不是我们的对手。但没过多久，行伍里的弟兄姐妹突然不分敌我，肆意砍杀起来。可恨，药王秘传到底使了什么妖法？显州人最忌讳将魔音身展露人前，因为那意味着放弃为人，输给了埋藏在长生血脉中的孽物，也违背了地宫的训诫。药王秘传所为的，是每个联盟子弟最痛恨的卑劣行径。我对地宫周氏，必为同袍报仇雪恨。指路，方可行动。什么意思啊？要我们出示行动命令的意思吧。恩公有没有同这些药王命？哎，自己变成风暴，丹炉中的烟气，我嗅到了未来。血肉泥里困不住我，化身玄露，我看到了枝叶伸展，遮蔽囚笼。我将再度变化。咱们俘虏了几个药王秘传的妖人，有些人疯了，他是疯得最彻底的一个。想要问话，可以，但我必须全程旁听，这部分内容要一并录入口供。嘿嘿，总算有个说话的伴儿了，被这群板着脸一声不吭的云奇压着，嘿嘿，真无聊啊。做了什么？我们治好了自己的同胞啊，
被困在孱弱的血肉里，一定很痛苦吧？混蛋！我真想现在就砍了他！哦，你们不懂，短生种不懂的。什么魔阴身，那是药王所赐的第二生命，消解我执，成就仙体，自由自在的生命。我在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对力量的渴望，此生苦短，不是吗？嘿嘿，我可以让你别被他的花言巧语蛊惑了。逗他们玩玩罢了，君爷。没有丰饶的赐福，你们短生种可承受不了这种转变。那颗发光的种子，哈哈，我见过呀，它可真美。望进去，里面有声音会说话嘞。你还记不记得可可利亚？魁首说靠着这东西我们能为剑木注入新生。我原本是不信的，咱们想了那么多办法，花了短生种几辈子的时间，剑木却没有一丝活过来的迹象。但现在你瞧，唯有星神的力量才能再现神迹。没错没错，伟大的药王丰饶。你也看到了对吧，剑木重生的样子，呵呵，何其壮绝。在长生种都回忆不起的神将时代，药王丰饶将剑木赐给罗浮仙舟，借着这株神木，人类实现了无数奇迹，熙攘木无患，自在应身。只可恨妖姑毁掉了一切，颠倒黑白，抹去了药王的一切功绩。不过要不了多久，咱们就能重归神将时代的繁华。你见识过和我们一起战斗的那些异兽了，对吧？这只是剑木小小的恩赐。住口吧，胡言妄语的鼠辈，云奇君用不了多久就会把你们连根拔起。太保大人，您回来了。久等了诸位，我已查明药王秘传的玄虚。抱歉，为防机密外泄，药王秘传之事只有我和将军知晓。这是一个阴谋颠覆联盟的隐秘组织，他们常年潜伏在暗处，这次星河作祟终于忍不住露了行踪，并且这场灾乱与他们也有非同寻常的关系。战事不利，太卜身先士卒，亲自探查敌情，令人钦佩。那倒也没什么，演算之事需卜者亲至，获得一手情报方能趋近正确结果。哎，等等，谁说战事不利来着？药王秘传蓄谋已久，手段了得，但我军也未见劣势，怎能说战事不利？看来你已有准备呀。哎，头一回见你们家御空大人，他有句话说的可好。这是仙舟内务，不劳各位挂怀。怎么一眨眼什么苦差事都塞给我们了，公司都没你们会差遣人。咱猜猜这回你打算让我们做什么？不会是大头阵和云奇君一起冲锋吧？啊，不去不去，本姑娘晕大场面。哎，谁说要让各位上战场了？没有吗？景元吩咐过，各位是因缘际会而来的骑兵，端得一个骑字，
适才云奇的强攻乃是势敌已正，用奇之时就在此刻。各位请随本座来。受赐剑幕后，丹鼎司曾是罗浮仙州最重要的司部，毕竟是他们将所有仙州人转变成了长生种，也是他们自剑幕中研究出了种种不可。可到最后，丹士们仍不满足，开始以操纵生命为乐，对剑幕的研究就像饮鸩止渴，越深入越渴望。晓中觉迷，梦中梦，烟霞聚散，身外身。各位，瞧见那边了吧？哦，好大的丹炉，还在冒烟呢。这是古时候丹士们禅野仙道的地方，他们在此建起丹炉，汲取剑幕之力，化奇想为现实。因为炉中烟霭不息，故得名云霞子府。名字虽然风雅，却是兵法上的死地。只要丹炉不息，云霞缭绕，我们便寸步难进。这就是云奇君失控入魔的原因。正是。药王秘传在这散入洞天各处的雾霭中，混入了诱发魔音声的丹药。除非能闭气行军，不然云奇君将不战自溃，因为没人知道身边的战友会在什么时候堕入魔音身。还有什么比猜忌能更好地瓦解一支军队的士气？云奇的第一次强攻只是掩护，太不用云奇主力吸引敌人注意，而让我们去熄灭丹炉，止住烟雾。药王秘传放弃百年潜伏，选择现在试身，说明其有必胜把握。然而准备再充分，终究是冲着云奇君而来。各位的能力与存在，药王秘传丝毫不知，也无法防备。对，这妖物是专为对付云奇君的杀手锏。剑幕是罗浮禁忌，仙州联盟素来独立，药王秘传的人怎么也料不到将军敢请外援，当然也不会为了对付短生种而做准备。景元将军所说的骑兵就是这个意思吗？本座不敢妄言，只能说星河猎手的预言比本座的卜算更准，卡夫卡所求的未来正在一一应验。是只有这条路通向了已知最好的结果，如果可以选，没有人会选择跳下悬崖。何况这并非是我一人的决定，太卜的职责是趋吉避凶，我不想让自己的选择令罗浮滑向糟糕的未来。言归正传，熄灭丹炉而不受其害，这件事只有你们能办到，意下如何？好吧，虽然太卜这回没有说请，但谁叫这个忙只有咱们能帮。杨叔，我说的对吧？一旦烟雾止息，我会立刻前来，绝不让各位孤军奋战。现在开始练习闭气，应该不算晚。离丹炉还很远嘞，本座虽不通药理，但也知道抛开剂量谈毒性是纸上谈兵。哼，虽然如此，本座心里面还是怕得要死。本座还年轻，不想这么快就坠入魔医身啊。本座的运势掌握在对钱之间，当机立断便能不受其害，所以别多说话动摇我。本座会竭力维持神智，剩下的便靠你们了。啊，信不过本座是吧？
要是本座说不知道，你该不会立即撂挑子不干吧？胡说，本座很有把握，没问题的。也给诸位吃颗定心丸吧。各位还不知道魔音身是什么，对吗？一是认为魔音身与记忆有关，长生种虽有极其漫长的寿命，记忆的容量终有极限，数百年上千年过去，长生种能感受的情绪阈值不断提升，记忆也在天长日久的磨蚀下稀薄和厌倦，只留下了最极端鲜明的沉淀，那几乎必定是痛苦和悔恨的回忆残渣。明白吗？长生种的结局就是不再感受到快乐与幸福，只余下如伤痕般镌刻在心头的痛悔恨仇。在这些极端情绪下，身为人的自我开始崩溃，这便是魔音身的开端。短生种不必担心这些，你安心了吗？啊，那我倒安心了，我正好什么都不记得。不对，你还是不明白，魔音身的病因不是记忆，而是情感的阈值被磨砺到……算了，你便当记忆听吧。树木寥寥，多为受蛊惑的丹士和医者，他们虽然能驱使异兽战斗，或是以丹药自壮身躯，但说到底并不是云奇君的对手，也正因此，这些人才会想出散布妖物的法子。实力对比如此悬殊，可他们却结束了潜伏，举世叛乱了，这不正常。这些人在等候什么转机？一旦丹炉熄灭，烟气散去，本座立即赶来。唉，我总觉得虽然长生种能活很久，单论烦恼和痛苦，和咱们这些短生种也没什么两样。小姐，你怎么还不回去？这里离丹炉很近了。承蒙关心，小女子没事。谁叫将军命令我跟着各位呢？可不敢违抗军令呀。人命关天，天云小姐，你回去吧，将军那儿我们解释。真不必，小女子常年在宇宙中航行，别看年纪不小，实际满打满算也只有十几年阅历呢。几位恩公怕是都比我活得长些。烟雾似乎变淡了一点。哪有这么快，咱们得加快脚步。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是吧，圆枪冲锋。以自己的意志抵达结局吧。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睡吧。圆枪冲锋。
以自己的意志抵达结局吧。快关掉它！你怎么把关闭的丹炉打开了？有目标，镰刀才够快。是来了，是你啊，丹叔。丹市长见过太卜大人，您好像并不意外。药王秘传必藏身丹鼎司，将军和本座心知肚明，只是捉不住把柄，没法问六司的罪，只好等你自己跳出来了。也好，将星河邪祟引入仙州，重生剑墓，又有人堕入魔婴身，这些大罪十王司会一条一条同你清算。罪？如果我所为有罪，那么仙州的先祖将与我同罪，是他们接受了丰饶之赐，将后裔转化成了长生种。药王秘传只是走在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上，追求超脱，何罪之有？彼时剑木玄根包覆罗浮仙舟，宛如有生之物，我族百合星海无可匹敌，人人皆能得道成仙，自在变化。丰饶神迹降于九松仙舟，那是何等荣光的时代。再瞧现在县城沦落成何等模样，甘受妖功驱使，屡遭丰饶之民涂炭，史王司甚至逼迫我们放弃长生，可叹啊！我不怪你无知，因为我们没能出生在剑墓出将的时代，见证那时的奇迹。但现在我们还有机会恢复骨质。切，我以为你有何高论，不过是些追求力量再不做人的老套说辞。仙州先民与地宫同战，毁弃剑墓，设立十王司，划定生死，正是为了重新以人类的姿态活下去。
仙人，仙州之上并无仙人，什么丰饶神迹，什么操弄生死，你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妖孽行止罢了。话不投机半句也多。太卜大人，您已做出选择，您抛弃了力量，那是最愚蠢的选择。太卜，容我向您展示仙人们曾做到的事情。咱们还是以准备打针了，吃药了，就以奇珍万千给个一心同归。让你解脱，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赶早不如赶巧，看来是赶上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让你解脱，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早点给你个痛快。死生并无，神木匠要反杀。让你解脱，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仙道不成，就以奇珍万千，一心同归。准备打针了，睡吧。是感伤，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配合的不错。这就让你解脱，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坏孩子呢？别拦着我！纠缠不清。下一个，死神之我已重返重生。
忙了。枪尖已经点燃，连枪冲锋。机枪备战。看来是赶上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死生变化，吃药了。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救治的幻影。为何如此？他明明说过。剑幕降临会带来不死的先驱，赐予我们星河的人这么说。幻龙，药王秘传做到了，绝灭大军也该兑现承诺，快，就是现在！为什么要逼我亲自出手呢？这有悖我的毁灭美学呀，小卒子。唉，罢了。看来要从内部崩裂仙舟，还得用别的法子。唉，真可惜。还想多观察一阵子呢。既然领受了丰饶的恩赐，你们应该承受得住毁灭的祝福。容我重新介绍，我是绝灭大军幻龙，我来此乃是让这仙舟分崩离析，自灭而亡。天云小姐是军团的绝灭大军？让我试试这招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诸位冷静，大敌当前，切不可乱了阵脚。万千一心同归，坏孩子呢？睡吧。别拦着我，早点给你个痛快。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救治的幻影。准备打针了，吃药了，配合的不错。纠缠不清。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救治的幻影。别拦着我。盯上仙舟的不是焚风，不是星象，你们很幸运啊。我嘛，是最不喜欢亲手制造毁灭的了。
可惜那位将军执意要我登台，幻龙也只得献丑一番。该赴约了，请容我先行告退，希望你们能同这些戏子玩得开心。睡吧。哼，枪尖已经点燃，连枪冲锋，纠缠不清。下一个，这就让你解脱，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咱们还是以和为贵，一心同归。这就让你解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庭云小姐是军团的人，她身上冒出的那团火又是什么东西？庭云小姐的身体，她的身体又去哪儿了？杨叔，你见多识广，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团火焰自称绝灭大军幻龙，这个名字我曾经从其他无名客口中听过，他是纳努克座下的七位大军之一，钟爱凡人的自毁，许多生灵被他诱入过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言下之意是，那位天博斯的姑娘早已遭其蛊惑，成了军团的走卒。我不这么认为，幻龙钟情于精神与物质双方面的毁灭，由心灵的溃败导向肉体的消亡，但庭云的言谈举止却不像是受蛊惑或被操纵。若他不是原本的庭云，那更可能是幻龙的化形。杨叔的意思是，真正的庭云还……抱歉，三月七，我无法给出肯定的答复。原本的庭云身在何方？又是何时被偷梁换柱？随着那具身躯的消散，我们已无从查究。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想和希望。如果那就是庭云，幻龙为何要多此一举湮灭证据？将遗体扔于故人面前，岂不更符合他的毁灭美学？我相信这才是幻龙的目的，让我们因此深陷混乱和猜疑，彻底落入他的毒计。难怪药王秘传兴起叛乱，原来是与军团大军暗中勾结。他伪装仙州人的样貌，将星河送入罗浮，让我们自相毁灭。他的目标一定是剑墓，染指剑墓又如夺走罗浮的根源，如此一来覆灭仙州轻而易举。事不宜迟，
必须阻止他。登上星查，前方便是封印剑墓的洞天林渊境。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那家伙以仙州人的样貌潜伏行事，愚弄我等，真是可恶，可恶至极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还有多少反物质军团的卒子潜伏在仙州之上。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，但杨叔说的对，回过头看，庭云小姐是有不少古怪的地方，尤其对丰饶的造物过于感兴趣了。既然是天博司派出的使节，显然天博司中确有庭云奇人。放心，他的去向就由云奇军探查究竟。至于出现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庭云，正如瓦尔特先生所言，他表现出的阴毒与残忍，正是为了扰乱我们的心神，切不可落入陷阱。那本是驰名族管理的洞天，据说是自驰名故乡世界移栽而来的古海圣境。剑墓自从在大战中被斫断后，其根系盘球，从未真正死灭。联盟决议将剑墓封入了凌渊境，并交由驰名龙尊世代守望，意在借助驰名龙翼的力量遏制剑墓。唉，时间过去太久了，也不知当年的封印是否仍在。就算在，恐怕也挡不住那个幽魂般的绝灭大军。我已将眼前的情况报知了神策府，他自从在琼关镇与我通话后，便再也没有音信，说是有机缘钥匙必须亲至。唉，情况已到了危如累卵的时刻，只能相信将军了。很熟嘛。嗯，是丹宁寺没错，难怪船半路上断断续续收到几条军令，说云奇在此集结，想必是为了解决星河的问题。哎，终于走了这一路，终于能见着云奇的影子，可算归队了。我没骗你们吧，稍把你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就言出必见，虽然绕了点远路。我去星查海前曾找一位卜者测算此次出行的吉凶，他说随而有祸，让我不必在意去向，只要随波逐流便能有所收获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谢谢素山姑娘了。哦，好吧，我去向这儿的云奇长官报备了。你们在这附近转转吧，可别乱跑，一会儿会有云奇来送你们回去，有缘再见啦。永远接不通的消息，真麻烦。也不知他三月和杨叔那边发生了什么。云奇军似乎正在为了星河灾变而集结，但卡夫卡为什么要我们过来？他们怎么样了？任又怎么样了？耽搁的时间太久了，
需要情报。据说星茶通航正在恢复，滞留在丹顶司的人很快就能回去了。大人败了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？走，你现在能去哪儿啊？罗夫还在封锁中，云奇军的行动还没结束呢。别急，等战事落定，我亲自送你和罗刹先生回家。丹恒兄很久没回故乡了吧？所谓近乡情怯，你的眼神很诚实。想走吗？那就趁现在吧。啊，云奇君很快就会检查你我的身份，我也有要去的地方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你要去哪里？我是行商啊，还有一笔交易没做完呢。前方捷报，云霞子府那边的药王秘传歹人已全数歼灭。那些一帮人竟然胜了药王秘传，这岂不显得我们毫无作为？这战报该如何写才能显我军威风啊？药王秘传在丹顶寺发动叛乱，目前正处于云奇军的节制下，各处都不太安全，请暂时留在这儿。等行动结束，我们会派专人护送你们返回的。一群疯子，你瞧见剑木了对吧？听说这便是那些妖人干的好事。事关军机，我也不便多谈。剑木重生，与药王秘传作乱有关。上一次听到这些名字，那是什么时候了？他们怎么会卷入这么麻烦的事情里？见过。那是将军请来的客人呢，他们是你的朋友？巧了吗？这不是，这几位刚随太卜大人一同出征，多亏了他们奋勇先行，云奇弟兄们才不用受云霞子府的毒气所害。我已收到了前方捷报，应该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回来吧。怪了，我看你有点眼熟。算了，最近变故太多，我脑子都乱了。魁首大人的失败，定是因为心智不坚，无法换来药王的庇佑。你们等着瞧，我会让你们见识药王的恩赐。抱歉了，两位，我必须赶上我的朋友，现在不是回去的时候。
好大好高的鼎。这太真鼎是以我驰名族的云营术驱动，吸引古海之水，如鲸吞虹吸，炼化丹药。丹炉中均存有云营术，少主可借此多加体会。是吗？我不借机关便可御水，体会又有何用？啊，您是受选之人，资质不可限量，但云营术毕竟是基础。驰名身影，这些过去的影子还没有消散吗？这些回忆，不，这些事情都与我无关了。这驰名协助建造的丹炉中均存有云营术，少主可借此多加体会。是吗？我不借机关便可御水，体会又有何用？啊，您是受选之人，资质不可限量，但云营术毕竟是基础。他们说你是真龙在传，真的吗？如今的我已被逐出仙州，不再是不朽的龙翼了。您独当一面的时候，我怕是看不到了。不必伤心，驰名一族生命循环长存此世，待您成为龙尊时，我多半已退生成了小娃娃，望您好生照顾。一股澎湃的力量，您是龙尊大人回来了。凌渊境中正在发生可怕的事情，请不要再前进了。您的敌人，在等您。抱歉，我不能在此驻足。我的朋友已经离开了，我必须追上他们。您依然一意孤行啊！您不肯听我们的，就像当年那样。那么，前往凌渊境的船就在岸边，请您登上它吧。时间正好。那些情绪出现了，卡夫卡，我感觉到了，又是这种感觉，这种……那就释放吧，魔音身。你来了。
该是偿还代价的时候了，时候到了。你以为变成这副样子就能逃得掉吗？逃得掉吗？我已经和你还有那个女人说过很多遍了，我是丹恒，我和你们的过去毫无瓜葛。丹恒？你以为换上另一副面貌，改成另一个身份，往日的罪孽就能一笔勾销了？你甚至连死都没有经受过，要让你感受这种痛苦，丹恒，我要让你知道死的痛苦。哼，那可不行。今天你谁也杀不了，通缉犯，因为你得跟我走。警员的跟班小子，哼，警员没教你审时度势吗？喂，你快走远些，待会儿刀剑无眼。你的模样有点眼熟啊。小心！别藏了，把真正的模样亮出来吧。你小子，我来介绍一下，你身后这位可是身犯十恶逆，叛出仙州，掀起大乱，被勇士放逐的罪人，驰名龙尊隐月君。如何？你以为潜入仙州的只有猎手吗？既然如此，只能将你和他一同拿下，交由将军裁断。我听过你的恶名，隐月君，真想不到，除去星河猎手，竟还有一名重犯混入仙州。我无意挑起争端，来到仙州，只为确认朋友安全。狡辩之词，仅忧求欲再说也不迟。让开！见不着你的朋友了，他们此刻正深陷苦战呢。闭嘴，你也休想离开。好啊，那就再添把火吧。卡夫卡，阿仁，听我说，解开束缚吧。那么开始吧。速速投降！
小子下不了重手。碧寒放纵，不知三爷他们到底情况如何，必须速战速决。时间不多了，来吧。你们俩确实棘手，看来要留下你们非得用上这招了。这一剑真眼熟啊，是那个女人教你的。你知不能再拖延了，我本不欲打动干戈，但眼下别无他法，抱歉。铁人奔涌，去了。有负所托，我还能再战。好了，各位，听我说，住手吧。如何，阿任，你满意了吗？你刚刚做了什么？只是一点准备工作，好迎接大人物的大驾光临。总不能让堂堂罗浮将军看我家阿任和你们两个的笑话呀。景元将军，二位久别重回仙州，却总是在些尴尬的场合，如念故人之交，应该早些通知我才是。我要做的事已经完了。嗯，完了。你们帮了仙州一个小忙，我很感谢。带这人走吧，这一次我可以当作没看见。将军，我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好久不见了，老朋友。我不是他。抱歉。你还不能走，因为你的列车朋友们正在林渊境里等你呢，咱们一同去见见吧。波月古海，殊胜妙境，这林渊境的景色同上次亲睹时一样，未曾变改，而如今站在这里的你我却各自不同了。可见即使肉身不朽的长生种也无法与天地并举。将军应该知道驰名轮回退生的习性，古海之水已涤净了丹峰的最浅，当初与你共同站在这里的人已经不在了。我是丹恒，那位丹峰是英雄也好，罪人也罢，都与我无关。我已承担了他的刑罚，接受永久的放逐，这我没有怨言。但将军看我时，请务必弃去过去的影子。啊，重提旧事就像搅浑一滩浊水，突然惹饮不快。大概是你的模样，大概是那龙角，依稀仿佛的龙尊气质，总让我把你和故人联系起来吧。我已说过。是的，你说了，
那又如何？若用一句话就能改变他人对自己的态度，世上也就没那么多争端了。你要我不再视你为丹峰，可以。为我做一件事，以丹峰的身份帮我最后一个忙，此间事毕，我就由他死去，撤销对你的放逐令。往后我可以保证，至少在罗浮之上，你不再是任何人的影子。丹峰能做到的事情，我未必做得到。你必须做到，不然一切许诺都不作数。要怪就怪你的前世吧，若不是他当初做了那件混账事，若化龙之力能够完整传承，我根本用不着逼你。刚才说过，今天站在这里的你我各自不同，丹峰不在，只有丹恒，而我已是罗浮将军，有些事纵使不情愿也仍然要去做的。聊些高兴的话题吧，你在列车上结交的朋友眼下正在此间，不想见上一面吗？他，三月和杨叔，你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了？对，就在前方的显龙大鱼殿上。走吧，你的朋友们在等着你呢。我提防着丰饶孽物、星河猎手、药王秘传，可千算万算，终是没料到反物质军团的出现。巡猎未已，又要同邪魔交战。此役之后，无论罗浮存在与否，联盟必与军团不死不休。军团从未对联盟出手，在情报里，他们是一群疯狂破坏的战争机器。大意了，七大军各自的军团都有鲜明的风格，真不好办。幻龙大军喜爱事物自身的内部崩解，所以炮制了星河之乱，撺掇药王秘传走上前台。如今阴谋败露，他不得不亲自下场。不对，此举不符合他的毁灭美学，幻龙必有后招。他退身了，抛下我独自一人，但我却依旧要等待退身降临的那一日，等上许久许久。以古籍所载，这洪水体是我族自故乡带出的沧海的一部分，无染无垢。龙祖以生命之水化育我等，赐予驰名不朽。我等出于此处，亦当回归此处。你知道吗？当初丹峰犯下重罪，石王司力主将你毁去。石明呢，半数赞同，半数反对。哼，因为化龙传承只完成了一半，石明长老恨极了你，却又不敢杀你。为了对石王司和天博司有个交代，迫于压力，他们还是对丹峰执行了强制退林之术，不过故意留下了一道瑕疵。长老以为能瞒得过石王司，哼，好个如意算盘，但纸是包不住火的。古海之水早结无心，古海之水辽阔无深。此事善缘，俱已完纳。此生恶业，
吸引进空。看，你的朋友正在和军团的爪牙作战，加快脚步，帮他们一把。我本不欲使用铁龙奔涌，急机不可失。随我冲阵，不打紧，我能感受这股躁动。铁龙奔涌，机不可失。破绽百出，雷霆再起。如今时移世数，速战速决吧。不欲使用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铁龙奔涌，急！该出击。斩！无赦！算你们运气不好。我能感受这股躁动，铁龙奔涌，机不可失。时不我待，我本不欲使用铁龙奔涌，急，要开始了。随我冲阵。你在打，该我出场了。铁龙奔涌，景元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我来迟了，这一路多亏福清的撑持，神策府送来的战报我已收到。至于幻龙的计划嘛，剑墓最大的异象就在那里。据说绝灭大军幻龙的手段是令事物内乱自亡，他定是想要染指剑墓，广播兽瘟祸祖之力，将罗浮变成不死孽物横行的迷离地狱。嗯，我已有分晓。列车团的各位，我带来了一个人，你们一定想见见的。你是丹豪？不会吧，你是丹豪对吧？你头上这对角是怎么回事？说来话长，三月。是我。不是，你还真有隐藏的力量啊。好了，朋友叙旧的事且先放一放吧。诸位抵达罗浮时曾言，列车团是为解决星河灾变而来。那时景元未敢应承，因为怀疑星河猎手另有图谋。如今看来，倒是我过度忧虑了。星河猎手确有图谋不假，他把各位送来，故意把事态扩大，好让各位与仙舟并肩作战。事到如今，诸位的诚意已无可置疑，罗浮欠诸位一份感激，本不该再有所求。但诚如福清所说，幻龙的出现令事态不再可控，身为罗浮将军，我不得不借丹恒的力量，也要请各位全力相助。罗浮之危机就算与星河无关，以我的个性也不会坐视不理。
但我一人的意愿并不能代表星穹列车。探索、了解、建立、连接，列车团奉行的开拓信条不外乎八个字。旅途艰险，要贯彻他们却难于登天。畏惧、险境、敌人、死亡，种种阻碍横亘在旅途上，能走下去的无名客屈指可数。前进也好，离开也罢，无名客的目的地应该由他们自己选择，就像在列车上决定目的地时亲手投出那一票一样。我不勉强，丹恒。我并非以无名客的身份站在这里，因为此行的来去，我受人摆布，并无自由可言。但我会以驰名后裔的身份，完成我对罗浮的责任。好啊，大家和来时一样深明大义。那么，接下来将军有什么妙计？妙计没有，只有赌一把，赌驰名长老的半截退林之术。赌丹恒还能拾回龙尊的记忆。龙尊？当年剑木虽被地宫司命斫断，受温祸族的诅咒仍有少许残留。为了将之封印，罗浮请动不朽龙翼的力量，使驯服剑木残骸成了可能。在古代龙尊的主持下，驰名族导引古海之水淹没林渊境洞天，将它作为封存剑木的容器。为了纪念如此壮举和牺牲，仙舟联盟在林渊境中竖起显龙大鱼碑，留下驰名的造像。啊，这雕像好像大恒啊，难道说雕像上那人就是大恒的兄弟？少许相似罢了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硬要说起来，历代龙尊的形象确实相差无几，本代除外。现在驰名龙尊的继任者只是个袭名的小娃娃，没有继承全部的力量。大恒，你明白了吗？丹峰死后，罗浮的驰名已没有能办到此事的人了。曾守望剑墓的你，应该能为我们开启前往剑墓的道路。接下来就要看你的了。呀，好，呀，嘿。将军与您还有要事相商，请留步。你真是吓我一跳，还以为你惹了什么麻烦被将军逮住了呢。本来还盘算怎么搭救你，闹了半天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。哎，之前就想问了，你怎么突然下车过来了？我等我等，要是为难就不说了，谁还没点自己的秘密嘛？何况现在也不是刨根挖地满足好奇心的时候。大恒，你能来真是太好了。将军与您还有要事相商。隐月君的转世，丹恒，对吧？我听过你的名字。你的名字只是被石王司从公众面前抹去了，但身为太卜，本座知道，也应当知道罗浮上的陈年公案，旧事秘辛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你作为云上五霄的英雄大放异彩时，我还没出生呢，亲眼见到当年的传奇。
你和辉影图形里记录的样子所差无几，池明的转生真的会让人蜕变心生吗？我知道你会来的，因为提到仙舟时，你的眼神有着强烈的悲伤。他们放逐了你，但罗浮还是你的家乡。你是列车组的一员，丹河，赶紧把事情解决吧，我们还要继续旅行呢。来到这个地方，记忆可有松动，解开禁制吧。你身负的力量便是打开通往剑母之路的钥匙。在我皮肉下交织成命运，扎根于烈火烧灼的灵性，我历尽是水底竟有这么多建筑，难怪典籍记载凌渊镜曾是驰名龙宫的所在。疏忽之乱时，我有幸恭逢其盛，目睹过这一奇景。山移海转，宫城空虚，驰名族以故土圣地囚禁建墓，罗浮仙舟实在亏欠他们良多。父亲，我在。你留在这里，率云骑镇守这条通道，以免另有事端。景元，将军，你要独自去对付幻龙？倒也谈不上独自一人，还有朋友同行。将军，我们也愿随将军同去，请将军不要撇下我等。是啊，将军，我们虽然本事低微，但云骑军未必仙舟的职责在身，岂有待在后方反而让异乡旅客为我们冒险的道理？如果不嫌弃，请让我来为各位开路。诸位，你们的心意我很清楚，但前方的对手并非丰饶孽物，而是反物质军团的绝灭大军。过了这条道后，就是地宫司命与禁灭祸祖的对垒了。你们有更重要的职责，云骑军听令。我深入剑墓后，若海水恢复原状，便立刻撤离，重新闭锁洞天。一切事宜听从太伯安排。是。父亲，若我无法返回，将始末因果呈报给其他仙舟的重任交托给你了。我不会说什么请亲自回来述职之类的话，你吩咐的我定不辱使命。有几分将军的意思了。
这台阶跨度还挺大，让我找个台阶下。用凌渊镜来封印剑墓，背叛，此乃大不敬。你疯了！你以为这能换取仙州人的信任？哼，非我族类，永远不可能同心一致。长老的意思我已了解，但我意已决，不容更迭。好，好，我会呈报龙师们，褫夺你龙尊的名号与力量。这是最初接受了镇压剑墓使命的那位龙尊。按照传统，从此以后历任龙尊都要重返显龙大余殿，在这引导古海之潮，守望并加固剑墓的封印。你想起来了？是，扣住三爪，朝进尺墓，通往玄根深处的道路便会打开。这是什么谜语吗？扣住三爪，什么意思啊？不必担心，随我来便是。这么大个宫殿，说放弃就放弃了，换了我得心疼好几个礼拜呢。对池明而言，这牺牲恐怕是不得不为之的。这便是所谓扣住三爪中的一处，消解此地封印，便能向玄根再进一步。所谓的封印，是指这些造型古怪的石灯吗？是啊，我依稀记得需要依序触碰石灯，来逆转此地的封印。那，就有劳你了。我，试试。将军，庭云小姐的事情你应该听说了吧？我从福清处收到了报告，幻龙潜伏之身，处心积虑，实在令人防不胜防。事后云栖会展开调查，当务之急要先瓦解幻龙的图谋。救治的幻影。